再看到是高雄气爆灾，一月一号满五个月了。那么五月天和相信音乐的多位歌手，昨天是在气爆灾区无愁的义唱，现场估计涌入了10万人，用手机还有荧光棒照亮了二圣凯旋路口，期盼高雄能走出伤痛，成为浴火凤凰。我和我最好的倔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一站。加上手机灯海照亮高雄二圣凯旋路口，五月天带领众多歌手一月一号在气爆灾区义唱，帮助高雄走出伤痛。也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，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。台下观众感动落泪，五月天带来多首歌曲，上万人挤爆现场，一起同乐。心情好，心情坏，怎么开始怎么办？你也带不上，叫我来看看。相信音乐的旗下艺人包括 MP 魔幻力量、白安、乱弹、阿翔、佳佳，还有高雄在地人黄小虎，都自愿无愁演唱。是什么错的人才能够完整你的人生，你的寂寞在唱歌，是否曾偷偷想起不敢想的人。五月天在2015的第一天特地选在灾区开唱，灯光音响等硬体设备成本超过1000万，全部都由相信音乐和五月天付出。无愁演唱就是期盼高雄能做浴火凤凰，继续向前走。UDN TV 综合报道。